好像经过一片海一样哦。天崩地裂，这么大型的灾难，这么多人在一个时间点都准备好了，中小团体第一时间就到现场，提供很多人力物力都非常沉重的工作，很多的善款一时涌进，甚至受灾户也在捐款。看到非常多的各县市来的，他自己搭车就过来当义工。每个阿兵哥全身烂泥巴，晚上12点还在那里。我们真的要感谢外界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爱，我们无限的感恩，应该给他们热烈的掌声。他们是我们社会的希望，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希望。